我希望我们在市场，当我们遇到问题那时候，当那个问题来那个时候，我们以感恩，感恩那个问题来到我身上，就是那个问题我找到一个答案，就是有很大的可能，就是因为那一个答案，外面所有的人才很快他们就坐在这个房间里面。接下来的日子在这里因为制度造成了良性竞争，而且老板会不断的再去思考，就像以前的15年前我们并没有七米粒，但是老板发现到大家有一个瓶颈了，收入不能够再跨，不能够再赚更多，因为他说过他的梦想就希望大家赚很多很多钱，他要制造很多很多很多的板风，所以开始有了七米粒。所以他在每一个时刻他都会认真的去思考怎么再去做，能够让大家有更大的突破，在收入方面，在能力方面。因为在 Reway 我们并不是要把你培训成一个最好的销售员，我们是要帮你建立组织。在 Reway 我们是要帮你能够一天有2400个小时，在 Reway 我们是在帮你们做复制的动作，而在很多会议，在很多活动，它就的确能够教会，而且能够帮你的组织倍增起来。同样的一个会议结果会不一样，关键就是你在这个会议你有听得懂这个会议吗？你有在这个会议得到力量吗？你必须要100%全部的细胞都参与那个会议，那一个会议它才会是一个最好的一个会议。为什么你需要知道组织的真相？因为当我们知道真相的时候，当我们知道真相在哪里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实力，要不然你的组织没办法实力。所以一个你没有办法控制的东西，它没有什么价值。我们每一个时刻都要知道真相是什么，而不是被假象蒙蔽了眼睛。我很遗憾的，真相它必须要等到问题发生的时候你才知道。